蝶。滚！哦，蝴蝶属完全变态昆虫，一生需要经历卵、幼虫、蛹和成成虫四个发育阶段。蝴蝶是啄出性昆虫，其活动都在白天。抓到蝴蝶了！Oh my god！ 哎，这里还有蚂蚁。风风，打住！蚂蚁一群分蚁后，雌蚁、雄蚁、公蚁、兵蚁组成是社会性生活的物种。风风不可以掏蚂蚁窝，很危险的。知道了。你可去花园捉会飞的昆虫啊！好。抓昆虫啦！蜻蜓。蜻蜓是食肉性昆虫，它们捕食苍蝇、蚊子和小型蝶蛾类等多种农林牧业害虫。蜻蜓点水是蜻蜓将卵产在水中的生物学特征。好多蜻蜓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风风，接住！哈！轮到我抓住你了！抓住 ！Good！ 七星瓢虫一生要经过卵、幼虫、蛹和成虫四个不同发育阶段，广泛分布于非洲、欧洲、亚洲。七星瓢虫，这是我的昆虫。风风和朋友。